你毋是毋知影我对你有偌大期望哦，你今仔日甲这个成绩单罚看，毋是罚生气，是罚伤心。爸，我感觉我毋是一个歹囡仔，我嘛无做毋对啥物代志，我做毋对的是无甲册读好啦。我感觉一世个，我嘛对你有信任。以后你若是想要读硕士、读博士，阿爸拼死命拢互你去读。啊，你进前毋是读较真好，佫考个全校前十名。 其实吼，我是愈读愈无兴趣啦。刚伫参加社团活动的时阵，我才感觉我的生活是有目标的。爸，我想要邀请你来看阮的募款音乐剧。无论如何，我拢希望你来看。 我的安，我的梦，台湾时间每晚八点。